时开始就很注重环保的议题，这么大的一片草皮啊，也是在那时候就已经规划出来了。绿色工厂的投入早期是要花一些人力物力，还有一些什么经费而已，但是在长期来看的话，节省的这成本是慢慢的累加起来的。在整个这个改善的过程中，也不分厂的大小还有老旧，这些这个都可以做得到的。